本期文化正午即将为您点击热点事件，一部波澜壮阔的帝国史诗，珠算入非遗，越剧大师红线女因病逝世，饥饿游戏二大片范儿增强，余华新书兼奏，影视作品人物微评，点击热事件，搜索热观点。各位中午好，我是朝东，感谢您每天中午的准时守候，我是龚岩。前一段时间呢，大秦帝国在央视热映，实际上呢，它是根据啊著名作家孙浩辉费时16载，既有11卷和500万言的巨作《大秦帝国》，也是历史类的小说改编的。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故事的简介。大秦帝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一部描述秦兴亡生灭过程的长卷历史小说。小说从政治、外交、军事、思想、文化、风土人情等角度，还原了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再现了一个国家一步步实现自己梦想的悲壮历程。黑色裂变、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春秋、铁血文明、帝国烽烟，每一部故事都是大国崛起的一个步骤。今天选篇文章啊，对于这部书的一个评价啊，来自于光明日报，说既有庙堂上的这个廷铮念哲，也有战场上的金戈铁马，有宫廷后妃的勾心斗角，也有这个儒法墨各家的坐而论道，既有男女私情的美丑故事，也有敌我斗争的残酷杀戮，广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习俗等各个领域，可谓是世情千姿万态，冲突错综复杂，有似千山万壑，河川纵横啊。对，这里边有很多历史人物，对，都是大名鼎鼎。嗯，比如说有帝王将相，对对，还有学者、文士以及侠客。嗯，仅秦国的呢，就有数代的君主。当然了，还有这个商鞅、吕不韦，对，还有李斯啊，对，还有蒙恬呀、啊，嗯，等等。其他呢，像这个彭娟、孙膑啊，苏秦、张仪、墨子、孟子，还有荀子、侯嬴、荆轲等。也都不同程度的加以生动的刻画。嗯，那这个文章有这样的点评，说书中写到的历史人物有数百个，大小历史事件举不胜举，作者呢是历史学家，占有丰富的史料，所以呢读者也不妨啊把它当作历史书来阅读一下。嗯，当然这里边有人说读完这部书之后你会对整个秦国有更深入的了解。嗯，起码有一点，比如说秦始皇，有人说他是暴君，说嬴政是暴君啊。对，有人说秦始皇那是真的是车同文书同轨，开拓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的时代。嗯，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样一个明主。嗯，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里边啊咱们的作者是用他的深厚的历史观和详细的资料帮助你去分解客观的历史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对，文章说全书的结构这个绵密，情节波澜起伏，细节非常生动，人物刻画丰满而真实，特别塑造了秦始皇的形象。嗯，复杂性格歌颂了他的雄才大略和丰功伟绩，为这一人物的历史评价做了一篇令人信服的文章，更是十分的难得。最后文章的落点是，总之啊，大秦帝国是一部难得的优秀的历史小说。嗯，也是新世纪我国长篇历史小说的最重要最卓越的收获。对，接下来即将点击珠算入非遗。今天我们还得说啊，申遗成功的珠算。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我国第30项被列为非遗的项目。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绍说，珠算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伴随中国人经历了1800多年的漫长岁月，它以简便的计算工具和独特的数理内涵，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啊，今天选的文章呢，来自光明日报，题目是啊，珠算入非遗，警醒多于庆幸。一上来呢，文章作者就说，我们很多日常用语实际上跟这个珠算有关系。嗯，
叫三下五十二，三下五十二，对，然后二一天个五，对，就反正就差不多这一大堆，对，但是现在呢，大家都说啊，非常遗憾这事儿，因为在十几年之前呢，珠算已经彻底的退出了小学的文化教程，嗯，那么很多孩子呢，根本就不知道珠算是为何物，对，那珠算在现在计算机已经非常强势的今天，嗯，是否还有用呢？对，因为你正常现在写个东西、算个东西到哪儿去，就算咱脑子不太好使，对，拿一个计算器，现在手机都有计算器功能，拿出来是啪啪一摁全出来了，对，谁没事背一算盘哈，这您太复古了。对，文章也接着说到，就是这样的话，难道珠算就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了吗？他说珠算是具有当代性的哈，说科学研究表明呢，推广珠算可以提高人的智力，提高手脑口眼耳的协调能力，以及记忆力、空间想象力与反应能力等等。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哈，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和了解走进珠算这个中国人曾经引以为豪的发明，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加入弘扬与保护珠算文化的行列中来。这恐怕是古老算盘应当在当代焕发出的强大的生命力。对，那对于这个非遗啊，它的保护的文化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嗯，文章作者分析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守望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就是记住我们民族自己回家的路。嗯，像古埃及啊、古印度、古希腊、古巴比伦都已经神秘的消失了。嗯，还有呢，印加文明、玛雅文明也已经销声匿迹了。嗯，并不是因为啊没有繁衍生息，而是无形文化的消亡殆尽。嗯，可见呢，留住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留住了这个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嗯，文章最后说到，珠算入非遗，保住了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的遗产，这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儿。庆幸之余，给我们更多的警醒，还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去挖掘、去抢救、去保护、去传承，绝不能让传统的遗器遗产的流失，成为我们民族深入骨髓的伤痛。接下来即将点击粤剧大师洪宪女因病逝世。接下来呢，我们共同缅怀一位啊粤剧表演艺术家，那就是洪宪女。嗯，她在12月8号不幸离开人世，享年89岁。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洪宪女，12月8日晚8时40分在医院病逝。洪宪女1924年12月27日出生，广东开平人，粤剧洪派表演艺术创始人。她在继承粤剧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京剧、昆剧、话剧、歌剧等歌唱技巧，加以融合创造，开创了独树一帜的洪腔。代表作《荔枝颂》《珠江女赞》《昭君出塞》被视为粤剧唱腔的经典。2009年，荣获首届中国戏剧终身成就奖。这位艺术家逝世之后，我们看到各方面不同的悼念的声音哈。先来看看广东粤剧院的官方微博，说深切怀念著名的粤剧艺术大师洪宪女。洪宪女老师毕生致力于振兴粤剧，对粤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洪宪女老师的去世是广东粤剧界乃至全国文艺界的一大损失。对，再有呢，中国青年报说，即便是不熟悉粤剧的人，看到洪宪女的大名，一直是粤剧名家。嗯，随着大师一个个离去，美好的声音只能从影像里边去寻找了。嗯，另外咱们来听听南方都市报的相关文章，说12月8日，一代粤剧宗师洪宪女在广州不幸逝世。她的去世带走了粤剧发展史上光彩夺目的洪宪女的时代。在许多人眼里，洪宪女就是粤剧，粤剧就是洪宪女。洪宪女是当代广东粤剧艺术的象征，她不仅在艺术上勇于革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京剧、昆剧、话剧、歌剧、电影以及西洋歌唱技巧，且一生为人圆融隐忍、广结善缘。无论是在什么困境之中，她都恪守为粤剧存血脉、续火种的初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说，我活一天就要为南国红豆继续贡献力量，对粤剧我是一往情深，直叫生死相许。后生有啲咩鼓励嘅说话？又唔系鼓励，系要求。系要求啊！我要求佢哋啊，更好学习，认真学习，继承改革。那本文的作者啊，对这个洪宪女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洪宪女的资历和能力、长寿与勤勉，共同成就了洪宪女神话。
然而呢，他的成名和成功是不可复制的，这也使红线女啊过世之后，越剧界短期之内再无可能出现与之比肩的标志性的人物。对，其实他也留下这个疑问哈，说红线女逝世之后，那么有没有人能够接过这个先辈的枪啊，能够继续把越剧这门传统的文化艺术传承下去，包括说能不能像红线女一样再出现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文章最后说到，说我们怀念红线女向这位不平凡的女性和她不平凡的人生致敬，更心系后红线女时代的越剧发展的路向和命运，一味的感伤悲悼也属突然，红线女时代落幕之际，也是越剧界和所有关心越剧命运的人反思和行动的契机了。文化是一种力量，文化是一种情怀，文化是一种影响，文化是一种温暖。接下来即将点击《饥饿游戏二》大片范增强。咱继续关注电影啊，《饥饿游戏二》。这《饥饿游戏二》呢，第一部上映的时候，应该是在美国那边，或者说在整个北美的电影市场，产生了非常好的口碑。无论是它的叙事风格、人物塑造，还是票房，都非常好。对。但是在咱这边呢，应该是有点不太有特别大的声响。嗯。这次呢，这个《饥饿游戏二》来了，先通过短片看看说什么故事啊。《饥饿游戏》为苏珊·柯林斯的小说三部曲，第一部于2012年6月14日上映，第二部于2013年11月22日上映。《饥饿游戏二：星火燎原》以高达1.61亿美元的首周票房，顺势刷新了一系列票房纪录。经历生死的凯特尼斯和皮塔得到了74届《饥饿游戏》冠军享有的一切待遇，但是两人的关系变得很尴尬。凯特尼斯无法放下昔日男友盖尔，甚至还想与他远走高飞。凯特尼斯和皮塔越来越受到人民的欢迎，加上他俩假扮情侣的事情激怒了斯诺总统，他联合新的游戏设计师开展了25年一届的世界极限赛，要求抽出12个区的历届男女冠军各1人参加，旨在杀死凯特尼斯。皮塔为了保护凯特尼斯，代替黑蜜去参赛，一段恋人又踏上了征程。在赛事中，二人结交了不同区的盟友，同时皮塔继续对凯特尼斯表露真情，而他对皮塔的态度有所变化。可惜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一样，等待他们的只有阴谋。关于这个《饥饿游戏一》啊和《饥饿游戏二》，今天选了一篇文章，首先从这个导演来做以区分。对啊，说由于啊《饥饿游戏二》没有沿用第一集的导演加里·罗斯，而是换成了我的传奇的导演弗朗西斯·劳伦斯，同时呢，首次采用了 IMAX 摄影机进行拍摄。对。那加里罗斯呢，在第一集当中很有艺术范儿的手提摄影和晃动的镜头，以及啊聚焦女主角面部的大量的特写镜头，在第二集当中大量的减少了，被更多的固定镜头和更为稳定的摄影机运动，以及啊更为开阔壮观的大场面镜头所取代。另一方面呢，既然这个影片使用 IMAX 摄影机，那么在 IMAX 银幕以及中国巨幕上展现更为宏大壮观的场景就成为一种必然。因而呢，第二集就有了更多的啊全景镜头以及从上向下俯拍的全新的视角，让影片更具大片的气势。这部电影之前咱俩也聊过哈，不仅仅是它的电影剧本，而且是由小说原著做支撑的哈。那这次我们看看这个文章说到，借力原著突出了深刻的内涵，就不仅仅像普通的青春电影那样，说人美美的一站呀，闪光灯一闪呀，服装啊等等，不仅仅是这样的哈。我们来看看说，《饥饿游戏》始终把重心放在一个讲好故事，而不是渲染动作场面上。相对于动作场面，影片更加注重故事的铺排、角色的塑造以及诸多细节的细腻的表达。从第一集相比，
本片反抗暴政与人性挣扎的主题更强，成人化的倾向也更加的明显。其实这里边它是相当于在做加码，因为饥饿游戏一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它是说把不同的12个地区各选出一个青年人来，它其实更多的是年轻人被动的去接受一些东西。对，而到了饥饿游戏二的时候，它更多体现的是年轻人一种反抗意识。因为为什么要再有第二次的这个比拼呢？大逃杀，是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人，这个女主角，她已经不受她控制了，她在反映出一种对于上层的这种权威的这种鄙视，甚至是要突破，所以她说我再弄一个游戏，再弄一个比赛，把之前那些届就是曾经在别的比赛中跟她一样获胜的人，那都是高手中的高手，一人杀了十几个的，说你们在一块比，看你们谁能最终赢。对，所以里边提出的还是另外一层的意思。对，最后呢，文章作者还提到说，女主角詹妮弗·劳伦斯，以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到现在为止最年轻的影后。对，她的毫不张扬而又异常出彩的表演啊，以及明星本人的个性魅力和超强的人气，也让影片在演技层面上具备了其他青少年题材影片少有的精彩细腻、韵味十足的看点。接下来咱们看看在微博之上，其他人是怎么评论这部电影的。先来看李兴文说，饥饿游戏第一部上映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小儿科呀，小叛逆，小讨厌，加上一些小不懂，很说的很可爱的样子啊。说如今看了第二部，忽然觉得寓意也是有的，节奏也是对的啊，这个孩子们也没有故作深沉的刻意了，挺好看。再来看编剧于飞说，饥饿游戏二啊，毫无疑问比一好看多了。如果一你都觉得不错，二就一定不要错过。对， IMAX 确实很震撼，感觉大伙儿啊都坐在树林子里一样。再来看看南都娱乐周刊，当饥饿游戏第一部上映的时候，有很多元素吸引眼球，讲述青少年在特殊情境下相互杀害的残忍故事，用摇晃的镜头最大化的带入了真实性。时隔一年之后呢，《饥饿游戏二》上映了，其该片的剧情进展、节奏以及结局的那个点，都难免让人觉得它的存在就是为了第三部的诞生。啊，综上所述，应该说啊，《饥饿游戏二》是大片范十足。接下来即将点击余华新书间奏。接下来再说一本书哈，叫做《间奏》。对，而这本书不仅跟文学有关，你就听这名字《间奏》，人家跟音乐也有关系。那今天呢，我们选的文章题目是《文学与音乐的通感》。是，《间奏》这本书是音乐与文学相融合的产物，体现了艺术是相通的这一特质。全书呢，主要包括了音乐的叙述、高潮，还有这个肖斯塔科维奇和霍桑第七交响曲和红字灵感。否定、色彩、字与音这几个部分。对，余华用他的叙事天赋为我们讲述音乐的激情与温柔，艺术的纠葛与羁绊，让我们意识到那些最响亮的名字的后面还有一些害羞和伤感的名字。这些名字所代表的音乐同样经久不衰，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还有柴可夫斯基，而这呢也体现着余华的音乐的口味。其实不同的艺术形态，它所呈现给你的这种感官或者说是臆想的一个形状是完全不同的。音乐的时候，可能你会通过音乐想象出这样一个不同的画面，而文字呢是通过文字构建读者和作者心中不同的这样一个世界。而余华这部小说最我觉得最特别一点在于说，他是用文学家的思考的眼光和角度去分析他眼中的音乐和他眼中的这些音乐大师他们的故事。读一小段啊，他书中的内容说，这个莫扎特为唐纳安娜写这个一段很差的音乐使他很吃惊，说他出现在第二幕抒情的女高音这个唱段上，这是一首令人悲怆欲绝的歌曲，其中爱情的诗句是用悲伤和泪水来表达的，但这段歌唱却是用可笑的不合时宜的这样一个乐句来结束。人们不禁要问说，同一个人怎能同时写出两种互不相容的东西呢？这唐纳安娜好像突然把眼泪擦干了，变成了一个粗俗滑稽的角色，读后不禁让人感慨啊，说余华已经完全融入了音乐的内涵之中，以与音乐同悲同喜或同乐。对，实际上这个余华的音乐随笔啊，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比较。当然这种比较呢，往往啊让大家觉得大开眼界，或者说有点不可思议。比如说他写这个勃拉姆斯的音乐，拉上了李斯特、格瓦纳做陪衬，对，再拿这个巴赫、贝多芬进行烘托，由此呢比较出勃拉姆斯的主要的特点。他在写这个肖斯塔科维奇，竟然拉上了霍桑，一开始呢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随着他娓娓道来，我们也渐渐地感受到了两者的共通性。
余化对肖斯塔科维奇和霍桑的比较是非常得意的，一连他写了三篇，包括第七交响曲和红字的比较，这是典型的文学和音乐的通感。如果说之前关于第七天很多的争议存在，说这不是你的风格呀，而且产生了很多喧嚣，但这次的间奏有人说它是一本非常安静的书哈，说音乐给了余华爱的思想，从而影响了他的文学观念，音乐激发了创作灵感，使他找到了独特的出场路径，音乐影响了他感知世界的方式，从而导致他的叙事风格的变化。不过文字用来描写音乐总会理性不足而感性有余，只有自己真正投入其中去听去分析，才能有符合自己审美标准的判断。如果您是文学爱好者可以看这本书，如果您是音乐爱好者也可以看这本书，说不定看完之后两者会找到相同之处哈。接下来即将点击影视作品人物微评，接下来我们进入一组这个影视微评啊，先说的是这个《无人区》之中的演员表演，先看看。《无人区》是导演宁浩在以《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而爆红之后，再一次打动观众的一部令很多人期待的作品。由徐峥饰演的律师赴新疆一座边远城市为一名盗猎者辩护，结果在回来路上反被追杀，途中还遭遇了走私犯、盗贼、警察、各色人等，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逃亡之旅。事实已经供明白了，他就是盗猎真禽杀害执法人员的凶手。你们得考虑死一下，不行，我一起上主战。你这不是卖高价油？这杯在哪儿呢？你没死啊？哎，兄弟，你这什么事儿？这开玩笑。好，针对黄渤的表演呢，影评人周黎明有这样的评论，说有人说啊，黄渤在无人区的表演太单一，不够立体。如果该片啊是写实风格，那么这种批评就是有道理的。但是啊，这是一部非常风格化的作品，黄渤对角色的处理也相应风格化，并带由此产生的夸张魅力，在该片的意境里，我以为他表演非常出彩。其他几个位配角呢，也都如此。对，接下来再说一部电影啊，叫《风暴》，这是瓦宅的电影。刘德华饰演的吕明哲是香港屡破大案的高级督察。吕明哲在一次街头对峙胡军饰演的悍匪头目曹南以占上风时，被儿时的好友陶成邦搅局。面对犯罪团伙的不断挑衅，吕明哲誓言不惜一切代价将其一锅端。警匪双方的杀戮游戏正式开始。此时，与陶成邦相恋多年的女友燕冰发现了男友的异常。为赢回对自己失望的女友，陶成邦和吕明哲达成了一笔交易。风暴过境，一触即发，每个人都被这场高压的漩涡气流逼至身份模糊的灰色地带。来看看梅子笑对于这部电影的评论啊，说看到剧目版的风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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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啊，就各种枪的这个开枪的声音哈，说打枪跟过年放鞭炮一样，小朋友一直捂着耳朵啊，爱看场面戏一定要去看剧目版。感觉国内的这个算是顶尖级的了，整体而言呢，我觉得比扫毒好太多了。刘德华怎么能够爱演因试图完美而犯错的角色呢？看着我一直非常的揪心啊。还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啊，咱们结婚吧。针对这部电视剧啊，李兴文有这样的评论，说画家高健其实啊不是走不朴实的骗子，最后的表白呢实现了人格反转，学美术的不必耿耿于怀了，都市剧里边没有坏人，他更像是一个喜剧人物，涂松岩拿捏得挺好，他的存在丰富了作品的色彩。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文化正午，点击热事件搜索瑞观点，我是朝东，我是龚岩，下期节目见。